频道美综合报道。亨利2008年4月8日以专辑迷 ME 从团体 SUPERJUNIORM 正式出道。2013年 SM 公司宣布亨利将成为魁来13年来推出的 solo 男歌手。2014年后逐渐转为个人活动居多，在 SM 娱乐公司期间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亮眼出色。新三十只透过 SM 娱乐旗下 LABELSJ 发布官方声明表示，4月29日与 HENRY 经纪合约到期，并决定不再续约，并于之后成立个人工作室，发展个人演艺事业。Henry 自 solo 出道以来发行2张专辑以及多首单曲，2013年更首次挑战大荧幕担任电影男主角，2015年也首次以韩语出演戏剧。除了音乐和戏剧方面，综艺节目上表现也相当活跃，曾出演过 MBC 真正的男人、我们结婚了，近期更是经常出现于中国综艺节目，目前正出演由湖南卫视正推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。Henry 于今日结束与 SM 结束合约，翻摄自 HENRYIG Henry 2008年自 SJM 出道，反射自娱乐亦是在脸书。